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八月十五号嘅啤李漫步啦，我哋今日尽快做啦，我真系会尽快做，因为点解咧？我乜嘢都未执，我听日呢个时候就已经系围住个马来西亚，头先仲喺度通电话咧。安排個當地嗰啲同事啊，點樣啲時間點樣編配啊？因為今次真係好忙，我又要過去。即係其實我今次嘅最大目的就係過換咗個車牌啊！屌，真係好，即係雖然我唔會成日喺嗰邊揸車，但係個車牌一停咗咧，就好撚大鑊噶啦，又要考過，有呢樣嗰樣咁樣嘅。咁點解要咁痛苦咧？之前就咁換就得噶啦。啊，咁啊，你拎個香港車牌咁就換得噶啦。但係。我唔知道關唔關我事。自從我攞完換完個車牌之後咧，嗰幾日咧就出咗個新命令，即係新法令啊，就話要考過，因為我屌柒佢啊嘛，好多人。OK， 咁我諗未必關我事，冇理由，因為以馬來西亞嚟講，就算我屌柒佢，佢好委屈，佢都冇嚟咁快反應啊嘛，係嘛？所以應該係報咗一段時間嘅。好啦，咁啊，我哋就盡快講新聞啦。周嘉誠案，周嘉誠邊單案咧？47人案唔係。47人案咧，應該係審完噶啦，判埋判咗罰噶啦，即係判咗嗰個有冇罪嘅，咁但係就未判刑啊，咁啊唔知幾時先判啦，係咯，即係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嘅，係嘛？初初話應該七月尾又搞掂曬，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嘅，你淨係將呢一個判決啫擺上任何一個。我唔好話普通法啦，任何一個地區入邊啊，大家都睇到係咩事啊，係嘛？然後你仲沾沾自喜係咁喺度 claim 自己有幾同即係國際接軌唔緊要嘅，即係老實講，你問我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有國情，又或者而家我哋個國安風險好大，喂你認就得㗎啦，啊，你講啊，其實你究竟想點？所以啊，曾玉成，你使乜十問啫？一問啊，你究竟想點先？而家佢答到你究竟想點先？你係要跟我哋嘅偉大祖國去行啊，定係想行自己條路啊？你話如果要跟嘅，咁就冇必要一國兩制。你要行自己條路嘅，喂，咁啊兩制又唔能夠大過一國喎。咁但係中間都總會有一啲嘢，即係起碼我哋行咗十幾年都叫相對地即係妥當啊。咁總有啲嘢係可以做到噶嘛？大家見唔見到啊？係嘛？好啦，周嘉誠案，我睇呢一度咧，話佢將呢個投訴表格擅自攜嚟監獄呢一單案咧，咁其實個罪咧就唔罰，即係個判罰都唔能夠話係好重嘅。咁啊，周嘉誠就坐3日監，咁其實呢個無關宏旨，因為佢本身都喺入邊嘅。甚至乎嗰個咁樣嘅阿建澤律師咧，幫佢呢一個呢個律師咧。咁其實都係罰1000蚊阿胡永思律師，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影響佢日後個執照啊？嗰啲就唔知啦，係嘛？我諗都唔大影響嘅啊。咁啊罰1000蚊，好啦。但係其實呢一單嘢咧，我覺得都係棘嘅。啊，首先就係話本身佢哋嗰個投訊信啊，理論上。是懲教署，不是話有冇入邊咩內容啊，係必然一定要將佢交俾懲教署啊，係必然一定要懲教署一定要代佢去遞交俾呢一個申訴專員噶，即係上次講過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根本呢條罪係咪經理懲教署唔重要啊？好啦，而個法官最好笑就係判刑嘅時候，佢就話：喂！睇個封信喎，入邊都冇咩不妥當啊，係嘛？如果你循正途經過懲教署保安寄出去，都應該可以順利寄到俾申訴專員嘅喎。可見你係因為唔撚信懲教署，一意孤行 ，OK？ 係愚昧同埋魯莽行為。咁愚昧魯莽就犯法。愚昧魯莽同埋唔信懲教署咧，係唔係法？唔係你即係老實講。愚昧魯莽導致佢唔信懲教署啦，佢咁樣講。喂，我真係唔知道犯咩罪。一定要送佢懲教署。唔係，你首先一定要講佢個犯罪先。係啊。因為佢本身呢一封信，嗰個監獄條例係講明話有幾樣嘢係一定要
是拎俾代代去交噶嘛？嗯，呢個係 included 嘅，係包括在內嘅，即係投訴俾呢個申訴專員嘅信。咁，我就已經覺得冇辦法啦。屌你，好啦，都唔緊要。喂，咁而事實辯方咧，嗱，即係周嘉誠嘅代表律師咧，都話佢喺之前 ，OK， 亦都曾經準備投訴過。這個懲教署，因此呢就有一個一級助理胡振昌知道之後呢就跟他說記得執倉啊，保安實搞你的。那最後他有沒有搞他，或者我 不去理會住先，但是當有懲教署當有人知道你是會投訴的時候，okay? 有人說這樣的說話，你似乎擔心他不跟你遞這一封信去給申訴專員呢，喂，是很合理的，喂，他基本上這些說話，當然啦，記得執倉啦，保安實搞你的，這些呢就是古惑仔，或者我們一般香港人就走法律，其實你問我呢，其實這些是相當恐嚇的，恐嚇了，可以告咎你的，相當恐嚇的，但在這裡找不到一隻字，OK， 咁而家尤其是而家啲咁嘅即係咁嘅情況。喂，同埋人哋要投訴得你，都唔係咁信任你啦。咁唔信任懲教署有啲咩問題？喂，老實講，佢話欠缺信任下嘅一二關。嗱，判刑唔係算重嘅，但係老實講，你話啦，呢一單嘢問心嗰句有乜嘢意思咧？呢單嘢如果喺以前咧，港英政府咧。有人咁樣唔信，即係咁樣去投訴咧，屌你咩？哦，你玩嘢，根本都唔會揚到出嚟，唔會揚到出嚟啊！可以私底下，即係我，即係我當年呢樣嘢係唔啱啦。但係事實上呢個世界上就真係咁樣運作噶嘛，就已經係搞掂咗噶啦。屌你老尾，告撚埋上法庭喎，即係利用呢個司法嚟做武器。嗱，呢個係非常危險嘅事嚟噶。屌呢個六四九九一二五九，屌聽下佢先。詐騙潛在，喂 ，hello， 佢服务所人员，工号00126，今天先给您致电，是因为您在三个月前开通到了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业务，今天您的免费使用期三个月是已经到期了，稍后将会有银联中心对您名下金融账户进行扣费，一个月是2000元，三年为一期，总扣费是。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句啊听不明白啊，渣渣渣渣渣渣，我真系一句都唔听，唔识讲乜捻嘢，唔识乜捻，屌你，喂你搵个唔识广东话嘅，讲啲近我哋口音啲嘢，普通话大佬，我一句都听唔明白 ，OK， 好啦，其实咧，即系讲真，嗰阵时又话咩实名制又呢样又嗰样，但系咧喺呢个实施呢个实名制之后咧，呢啲咁嘅电话系无日无之嘅，每日都有。甚至乎用埋你香港啲電話噶啦，咩九幾啊、六幾啊？幾咯呢個重要？屌你老味閪！好啦，實名制啊！真係好噏啊！即係用你，即係有陣時一見到用司法武器，好似呢排咧啲人係咁喺度講咧，即係兩種意識形態嘅鬥爭，即係美國嘅選舉，或者呢個世界上啊，呢個係比較好聽嘅講法啦。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左右係嘛，咁喂從來都係噶啦，幾十年幾百年啦咁樣噶啦，永遠都係咁啊。但係問題而家呢班左派咧，特別係美國呢一班，或者就算歐洲個歐盟嗰班都係黐撚線啊。喂，根本佢哋係共產黨嚟，你啲所作所為已經係毫不包容。你諗下，屌你老母！喂，一而再再而三，用多次，四年前咁撚離譜啊，再嚟多次，一樣係企圖打壓你Donald Trump講嘢。一樣亦話你講大話，要封你咪一樣喎、仲要空高話 Elon Musk 喎、喂，呢一班係咩態度啊？呢、這個已經唔係所有嘅意識形態分歧，係正邪對決。所以屌你乜支持左派嘅就係冚家產，唔撚使講。屌你乜！我而家咧真心希望我向天祈求，屌你我馬建仍然要接受十年，一定要贏啊！民主黨，屌你老母閪！呢班撚樣咧要俾佢哋受啊！即係呢個世界啊！屌你老母閪！喂，我話俾你聽。如果民主黨學咁嚟上台咧，呢、這個世界玩完，信唔信？我認為呢個世界會玩完。點解？因為美國一定玩完。阿鬱敏成日話咩咩可大可久啊！阿台長佢哋嗰啲機制，哇！我真心諗，
可大可小都要大家屌你咁信，即係信任呢個遊戲去選先得假。我要假票，我揾傳媒嚟控制，即係台灣咁啊，台灣都唔會有前途㗎。所以我都唔知點解會有人會即係屌你咧，我好撚中意台灣，係拆台灣台，台灣點會有前途啫？因為民進黨而家咪做緊美國佬嗰啲嘢，即係做緊美國民主派嗰啲嘢咯。嗱，而家我同大家講好撚慣啦，而家上面啦，我哋偉大祖國啊，全面支持屌你老學錦偉啊！之前屌你老母嚟支持特朗普啊！屌你幾撚蠢啊！一換個咩？佢換咗嗰個副總統嘅咩？嗰個華爾茲，即係話而家屌喂呢個只人嚟啊！屌你老撐民主黨啊！嗱，屌你老母閪！我真係愛到愛港啊！嗱，第二個唔好講啊！你問下歐嘉倫佢撐邊度？我堅決屌你老母跟隨我哋祖國，屌起碼啲小紅書係咁寫，屌你老母呢鑊嘢就撐民主黨啦！由今日開始，屌你阿春嘅後勤得撚上嚟講啦啊！喂，一定要贏！你要啲撚樣有得受，要受啊！屌你撚樣咧，即係食飽飯咧，喂，等住你歐洲嗰班啫嘛！喂，屌你老尾！不過咧又咁講，而家佢哋咧咩誰大誰惡誰正確，我都仍然係覺得咧嗱，包括喂，你有冇睇啊？葡萄牙又上街啊！葡萄牙喎，我都唔知話嚇，葡萄牙都咁撚痛恨左膠嗱，最後係咪一樣會俾個議會壓咗落嚟，即係好似法國咁樣一回事？但係法國老實講，起碼有你見到啦。有40%+嘅人咧，喂，原來真係好得頂唔撚順噶咯喎，即係正常啊嘛。喂，英國又嚟咯喎，屌啦！喂，而家話呢英國拉好撚多人喎，喂，好似拉咗幾千人，有啲都判得重啊，佢兩三重啊，唔係咁重極都係20個月啫。嗰個有個20個月啊嘛，有一個3年啦。咁撚金嗰個做咩啊？佢打咗警察佢，我打咗人，打咗人都係3年啫，一錘係啊。哇！打一錘都好撚重喎，一錘嚟。係啊！屌你老母，一錘嚟講就好撚重喎。如果你話如果真係立曬架撐就難講。喂，點解啊？嗱，大家咧，嗱呢個咧又係警，即係真係又係英國司法咧。咁當然你冇得同一啲即係我哋熟悉嘅地方比啦。但係其實咧都係過分嘅，一個和平示威。咁當然你打一拳嘅嗰個梗係唔和平啦，係嘛？但係3年嚟講。可能他們現在要在這個時候呢、就是他們的心態就是盡快拉你看還舉行還有示威的嘛盡快判在這些這樣個案裡面呢令到社會回復平靜但我問我那邊的朋友 OK 喎，生活又如常的基本上但即使日日這樣有些地方、啊、所以呢真的沒得談的、啊、這個世界呢我現在真的真心如果給我在英國一定要民主黨贏我都上街一定上啊屌可能我如果俾我啊，我順便即係後生啲嘅，我仲順便打砸搶添，好似啲 BRM 咁啊，屌你老母閪，唔諗係乜撚嘢？但我不過好似喺在英港人就唔見有好多人。嗱，問心嗰句就真係各有各啦。你自己都未坐穩咧，即係我所有各有各，即係自己諗啦。你自己都未坐穩嘅時候咧，都係叫做食下花生住先啦，啊！但係如果你話你住得幾年嘅話咧，如果你住得幾年，你熟咗個價簿咧，同埋你知道啲氣焰啊，喂，老實講啊，其實個政府都黐撚線啦。你諗住喺嗰度落地生根？我屌你老母閪！喂，你包幾十棟酒店，幾多間房啊？嚟招喂，屌你老尾！信開去盧旺達又話唔得。屌你老尾！喂，佢又係咁放過嚟，咁你點解咧？你放入嚟，你又融合唔到。係啊！屌你老母，佢唔準備同你融合，同埋老實講。在法國嗱，而家主要係法國飄過嚟嗰啲啦嘛。喂，根本呢個炸油喺法國冇迫害你噶，你過嚟做乜撚嘢啊？啊！屌你有咩大外包？真係啊！葉歸喺嗰邊要落地闊腳生根，呢啲事係好嚴重。好嚴。係影響你哋。咁係啦。唔係啊！你而家嗱，老實講喺道德上，哎呀好慘啊！喂，我係人都識講啊，係嘛？喂，我真係下次咧，可惜我真係要去馬來西亞。我都準備啦，即係如果我唔係咁忙，我真係走我個東馬咧，揾沙撈越嗰條咁樣嘅，即係民族領袖啊！屌你老母，同佢握下手、影下相先啦。佢話齋啊，屌你老母，唔好撚搞啊！你再係咁撚樣嘅，屌你老母，我哋就脱離呢個馬來西亞。喂，你有陣時有啲種族咧，又或者有啲宗教咧，屌你老母，真係惡過撚嘅，係嘛？真係唔得，梗係啦。好啦，咁啊，呢個彭定康。Okay, 彭定康當然都會有彭定康我們一定是尊敬他的但是當然他都有判斷錯誤的時候你只是看看他
啊，佢好撚反，好撚憎啊 Trump 啊，咁我就認為佢係判斷錯誤啦。因為點解咧？你唔需要中意阿 Trump 嘅，你睇下對面嗰個係邊個啊嘛。喺呢啲時候，喺呢一個世界，我同大家講，屌你老尾已經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咧，阿 Trump 上台亦都難以力挽狂瀾，因為咧呢一代人即係嗰啲傻仔啊、啲僆仔啊嚇，屌你左撚到黐撚咗線啊！咁啊，我唔覺得佢可以挽狂瀾於既倒喎。咁但係你好過擺個何錦麗上去，你就衰多兩前衝，冇啦，冇救噶啦，係嘛？咁啊，喂，又唔會冇救嘅，死到屌你老母啲，喂，我又覺得過癮，我想我撐啊！嗰啲變成美國妹啊，要出嚟做雞啊，屌你俾人屌啊，屌你啲人唔用美金啊，美國冇曬霸權啊，屌你老母閪！好，你可以去，因為佢個科技精準，你可以用靠惡嚟統治世界啊，你咪變成恐怖惡魔咯？你以為你想做恐怖惡魔咁容易啊？因為你又會有屌你老母閪，後面有人喺後面拉你後腿啊！你嗰班左膠，會唔會咧？因為啲左膠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咧。左膠最其實我哋要形容啲左膠最容易形嘅就係咧，總言之咧，屌你諗佢自己做乜都得嘅，奸淫老略，屌你去咪，哎唔緊要去偷錢，梗唔會啦，屌你黃絲嚟噶，屌你咩自己人嚟嘅，乜嘢都睇唔到，望唔到，嗱呢啲係左膠嘅，喂一定啊，每一個都係咁啊，個特色嚟嘅，係嘛？所以喂屌你咩？所以咧咩我你睇淨係睇下個咩和華爾茲啊，都係噶，喂八九年。屌你諗六四後去中國，佢都可以話：，啲人對佢好，梗係對你好啦。唔通難得有個美國佬嚟，係嘛？即係嗱，嗰啲唔講啦。咁啊，既然啊，彭定康係會判斷錯誤，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判斷錯誤噶嘛，唔會樣樣都咁咩噶嘛。佢今次係錯誤啦。佢批評我哋八一八集會案，即係佢琴日講嗰單啊，判決不公，特別係咧，佢咧對於呢個中，我哋琴日有講啊，阿廖柏嘉咧，即係中院非常任法官啊。作為英國最高法院的前院長，有份贊同呢個上訴案判決，令佢難以接受。屌你老母，人哋幾廿萬啊，嚟一嚟，你真係難以接受。咁你咪唔好諗俾佢出境咯，你又唔得啊。咁我哋特區政府反應快啊！屌你老尾，喂，冚家產啊！你罔顧判詞詳盡嘅法理分析同埋案件背景。嗱，老實講，係咪莫契白判詞詳盡咧？又要咁講，又唔代表有道理嘅。你可以長到你尾4億五千字都得㗎，好撚長啦，好撚盡啦，都係可以冇道理嘅啊！你純粹係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嗱呢樣係有嘅啊！暴露你破壞非常任法官嘅制度，險惡用心。喂，其實你非常任法官而家得翻我幾個月嚟做乜撚嘢？仲要全部喺呢啲咁嘅英美澳紐，喂，直情唔好要用咯。再唔係一帶一路咯，老窩，越南、寮國係嘛？慳翻去納税人。屌你咪嘥啦！喂，嗰啲俾四皮嘅嘢都掂啦，使乜四十幾萬啊？四百蚊都掂啦。屌你執喂都真係啊！四咁唔好，四百蚊太撚離譜，四千人啦，四千人掂㗎啦，係啦。好啦，佢話廖彭定康特區政府啊，對廖柏嘉嘅批評係空洞無理嘅人身攻擊，純粹係抹黑佢嘅名譽。老實講都冇乜㗎啦，冇乜㗎啦，你咁樣喺咁嘅地方 ，OK。咁當然啦，即係法律界就自然有佢法律界人士嘅觀點啦。好啦，唉，呢一單嘢就唔特別講啦。一歲女求幹，咁大家自己咧即係上網睇下啦。阿 Jojo 喎，咁啊其實咧之較早時候咧呢個一歲嘅女，因為佢嗰個黃疸病求幹啊，咁一出世個就係有呢個問題。咁較早時候有個後生仔聯絡過佢爸爸嘅，但係一啲原因咧就唔能夠捐。咁其實要捐肝都即係除咗話對血型嗰啲之外咧，都幾多嘢嘅。嗱，你 BMI 要少過28，即係唔能夠肥胖啦，又唔可以脂肪肝啦，嗰啲唔使講啦，又唔可以有食煙飲酒啊。咁其實都難嘅啊。咁啊，大家留意啦。其實香港咧，我諗行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自己注意啦，可能真係都要係咪要好似以前咁樣，即係試下登記器官捐贈咧？咁但係好難㗎，即係我覺得而家好難啊！休息一陣。